好推理社的成员，你们好。推理社收到一封神秘的匿名委托，需要我们去寻找一位失踪的女孩程拉拉。你们将化身职场达人，卧底潜入1111新媒体公司，调查程拉拉失踪的真相。请成员们此行务必小心，并顺利完成委托任务。活力消化力吸收力，本节目由赞成自然原生力的美素佳儿圆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豪氏面包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爱你永不便利店等超多精彩内容。上班第一天，干劲满满。我有种预感，就是我们六个人会，就是各种风格，奇形怪状走进公司。OK， 让我们来等一下车，踏上这个车，踏上这个车，三班倒，赶空无一人的公交车，走。哦。你说公司的饭会好吃吗？公司，哎，公司都有食堂吧？应该有吧。我这里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山楂片，老多了。我带了一堆什么坚果、巧克力、牛肉干，都不让你带，不让带，又给我拿收走了。我带一筐呢，哎呀，很难受。没事，我这带了一点儿。这山楂片我越吃越饿呀。还有牛肝啊。牛肝行，你不都拿走了吗？肉不没拿走，在这儿。哦，行。哎呦，那你这行啊，你这有兜啊。嗨，走啊！来吧，第一，吼吼，来吧。什么？一同学，我猜你的脚会先踏上这个，因为我猜的选题。咱俩打一下赌，下一个进来是谁的脚先踏上这个坎儿？我猜。一同姐，那我猜雪晶，赌一个臭皮条吧。哦，他先上的，刷卡刷卡，哦刷卡，那公交卡，嗯，不能坐霸王车。雪晶啊，你刷了吗？你把手机放上去，滴就好了，我都自己配的音，滴。It's OK， 来吧，臭皮条快，搁这儿。这是什么？这是信任你的代价。困了，我也困。你上班就困，你上班就困，你上班困，奇了怪了，什么毛病啊？来挺好的，就是也不知道本来推理的挺高兴的，一想到坐这个车是去上新媒体公司上班的，一下就困了。今天气不错啊，天气好的，开工是个好兆头。是的，很舒服又不冷。我们是这个公交车，这是我们的班车。来了，嗨嗨，哎，早上好，嗨嗨，你们穿老欢乐。对呀、啊，我们这是上班。咱们往后坐。啊、哦，往后坐。这么大，这个啥，这是这么大一袋子。我本来什么报纸啥都带了。你这都是帮助破案的东西。哦、是什么？超爱上班，为了鼓励自己，可不可爱？这给老板看的，看我的，上班必备，喝水冠军。哇，好酷！我怎么也做不到喝水冠军，我可不爱喝水。我会逼着你喝水，我来这儿。我真的是太期待了，
这辈子都没上过班。真的，我之前拍戏的时候，我说我好想坐班啊。现在你坐了班，你就不再也不想了。M 式空调提醒您，下一站即将到站的是下一站。什么人？下一站即将到站的是下一站。下一站即将到达的是下一站。一站废话文学。这有一个简介，给大家念一下。OK。一一一集团是一家规模宏大的跨国企业。一一一一集团总部建立在国外，在全球26个国家都设有分公司。公司主营各种跨国业务，旗下包括科技、金融、时尚、新媒体等各类产业。一一一一新媒体公司坐落于风景优美的三班岛上。一一一一新媒体公司是一一一一集团旗下的头部分公司。哦，我们的任务是陈拉拉失踪了，然后呢，一切罪恶都跟一个叫做莫伊莱的有关。莫伊莱。然后他最后出现的地点是这个我们即将去的这个公司。然后这个项链上的这个心，它是有点像一个钩针钩的一个，会不会跟人是情侣的呀？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办公室恋情。哦，我们一会儿是要一起进公司是吧？我们要佯装不是那么熟的，但只是面试刚刚认识的。但你说我们公司突然来了一群这样子颜值的。我们可是个新媒体公司，直播部。我们要大家配合，我们要佯装不是很熟。但是万一我们要配合起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暗号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手机啊？其实不是，我们可以，比如说谁要叫谁出去对接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暗号。哦，别人不太熟。这也太暗号了吧！这个是谁？这也太不是。我们这样说好不好？哎，你要不要去洗手间一起吗？啊，可以啊，可以啊。会不会很正常？但是万一真的想去洗手间呢？所以就索性就一起。真的想去自己去。想一个暗号。你肯定也发出声音嘛。好。如果说远的，我们就打喷嚏。其实打喷嚏可以的，或者可以这个比较自然嘛，这种也咳嗽也可以，咳嗽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啊？就不管他假不假，你就打，就这个咳吧，假装生病。M 式公交提醒您，下一站到了。那个漂亮姐姐不会是同事吧？早。哎，你好，好，你好。哎，张磊，他带的是那个一一一新媒体公司。哎，姑娘，你跟我们是去一个地方啊？你们也是要去这个公司吗？对。您去哪家公司？这个。1111。啊，是的。我有听说要来新员工，原来是你们啊。对，好巧。你们去哪个部门啊？直播部。我是短视频部的。哦，谢谢。对，周更。因为我短视频部嘛，平时会搜集一些 M 市的奇闻异事，所以呢，我打算做一个账号，叫1919青铜眼，主要就是播报一些好，非常好，摇花黄金眼，就想播报一些那种犯罪事件啊、失踪事件什么的。所以说，如果小姐姐们有素材和故事，都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做个账号。周更是吗？你好的，对，哎，姑娘，来啊，你刚才说，哎，小心，对，你是调查过那个失踪案。那你就是能帮我找到失踪的人是吗？也不能这么说吧，大爷，您是有什么家人或者朋友失踪了吗？我是我孙女啊，之前是在那个111什么传媒公司上班。哦。1年前呢，突然失踪了，
我已经报过案了。啊？谁？您呢？我孙女，我是四处打听，四处寻找，事情都没有下落。当爷爷提到他孙女失踪的时候，这时候我的警戒线就开始拉起来了。终于开始了，侦探要开始破案了。大爷，您孙女叫什么名儿啊？桂香。桂香。啊。我没听过这个名字，应该不是我们部门的。这是不是他小名什么的？桂香是他的原名吗？我们就平常叫他香香。他多大呀？跟你们差不多。跟我们差不多。23岁了。23岁。啊。哎，请问那个您跟您孙女多久没有见过面了？有1年多了。那大爷，您最后一次联系他是什么时候？去年过年之前，他打过电话回家，说什么工作忙，就不回家过年了。打完电话之后没几天，他又跟我打了一笔钱，就再联系不上了。就后来我去问那同事，说就说他辞职了。然后同事也没跟您说他是因为什么辞职的，对吗？没说。打了一笔钱。因为我们得到的这个委托就是有一位女孩失踪，我们来这个1111公司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女生去了哪里，所以她跟我们要寻找的这个女生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这可能是我脑子里面的第一个想法。大爷，那桂香长什么样子可以给我描述一下吗？我这里有张照片。啊？这里。啊？是吗？给我们看一下。可以拍一下，可以拍一下。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吗？可以可以。他的孙女的确失踪了，但他跟我们所在寻找的那个陈拉拉应该不是一个人。那就不止一个人失踪了，这个公司。关于他孙女的这个失踪的事情，好像隐藏了一个很大的秘密。M 市公交提醒您，下一站到了。下一站约了一个采访，拜拜，回头公司见，拜拜，下次见，拜拜。都说了没有什么，我就说了他这个人真的有病。昨天晚上逼我加班改方案，改到今天早上6点，结果他现在又来了。你看他现在说什么？他居然说，昨天晚上你辛苦了，那今天你就再辛苦一下吧。你看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他这人不就这样吗？出了名的没人性，烦死了！我现在一想到上班就烦。周一周一，我感觉周一就是我的死期，你知道吗？你别气了。你说最生气的是什么？最生气的是上班的时候他不给我安排工作，一到下班就给我加班，一到下班就加班。哎，你昨晚是不是加班凌晨6点来着？我也不知道哪里惹着他了，你知道吗？哈喽，帅哥，你说的是哪家公司这么惨？啊，没事，我闲聊两句。东北哪的呀？咱们老乡啊。你们是去哪儿呀？我们去新公司入职的。你们是1111的呀？我们要去入职。尴尬。你刚刚是在跟你爷说，你一直在说。我哪知道啊，我太气愤了。你们公司这么惨吗？要加班加那么久吗？我们公司很好的，对。那你们两个人是哪个部门的？这个一会儿你们到了就知道了，咱们在外面就不聊公司了。啊，这么神秘？不要打听。别打听。怎么有点鬼鬼祟祟？即便我们没有踏进这个公司，我们也觉得这个公司应该是让人窒息的。在公交车上想要跟他们套近乎，聊一聊关于这个公司的一切的细节的部分，他们又不愿意跟我们聊下去了。会感觉我们要入职的1111新媒体公司是一个很奇怪的
公司。这个公司果然不一般，看起来藏着很多的秘密。那个建筑是我们公司吗？还挺好。哎，这便利店啊，有吃的有吃的。哎呀，周边好田园风啊，你看，好绿呀、啊，春天到了，感觉还蛮惬意的，环境太好了。公司真的是前有水后靠山的，真的。M 市公交提醒您，三班岛站到了。到了，凉爽了，朋友们。哇，他俩绝对是情侣。我也觉得。当时我们进去了，逐个击破。哎呦，这个好好吓人啊！哇塞，打个伞然后遮半脸，等我们呢。大晴天，哎。转头就看到一个人打着个伞站在那边，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他的时候，他那个伞是盖住脸的。Hello Hello Hello， 嗨嗨，你们好，欢迎你们入职一新媒体公司。你好你好你好，哇，本人都好漂亮啊！我是之前联系过你们的 HR 李仁丽，你们也可以叫我丽姐。这个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管，所以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尽管来找我啊，丽姐啊，你们来三班岛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环境很好，很开心。嗯嗯，那你为什么打个伞呢，丽姐？怎么了？怎么了，丽姐？忘记告诉你们了。怎么了？梅雨季节马上就来了，嗯，记得带把伞。好啊、哦，好的。嗯，我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吧。好的，走。注意一下台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口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哦。哇吼！哟，酷！好酷啊！好酷啊，这就是咱们公司的大堂了，主要是展示一下咱们公司的风采和风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前台小姐姐刘莹莹。嗨，哇，好像激情。 Hello， 你好。前台的妹妹，她的举动太诡异了，她是第一个让我就是瞬间就起了鸡皮疙瘩的一个人。嗯，哇，我们公司拿过这么多奖呀。这一面呢是咱们公司呢在各个平台全矩阵斩获的奖项。哇，当然我们公司呢也是连续三年荣获我们 M 市的 No.1 新媒体公司。那再往这边看，这边就是咱们的活动墙了。我们不定时呢会在岛上举行一些活动，像你们看到的这些露营啊，然后包括这些烧烤啊，你们都会享受到的。在奖状墙上，我们看到一张照片。陈拉拉失踪了。陈拉拉的照片被裁掉了一半，而且他那张照片很明显，一半的人在里面就是不正常的嘛。2019年，我来发群里好了。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一一一一这四个一其实是代表着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我们的 slogan。你们和我一起读好不好？好的。主播一举，成名；粉丝一键，三连；数据一飞，冲天；员工一团，和气。哎，太棒了，大家给自己鼓掌吧。好。
记住啊，这以后就是我们的 slogan 了，你们要记得啊。好。下面呢，我带大家去二楼看一看。咦，你是 AI 吗？我是前台啊，我以为他是个 AI。我说我们公司好霸气，有 AI 前台。哇，这个不是 AI 吧？热烈。让一下。谁呀、啊？这位是咱们公司的副总裁，叫做毕总。毕总，人是非常 nice 的，所以以后你们要见到的话，尽量打个招呼。嗯，不就一总裁和一副总裁，不用急，就俩人。不行，我脑子不好使。毕总，来。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用电梯啊？电梯正在检修，等修好了，公司会通知你们的。啊。我好奇怪，好可怕。我太可怕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感觉我一进公司，从一进门的这个丽姐，再到前台的莹莹，然后再到碰到的副总，也可能是我的防备心太重吧。我觉得大家都不正常。来，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呢有我们的员工餐厅，还有茶水间。以后你们订了外卖都可以拿过来吃。那我们继续往前看，前面这间呢就是咱们的小会议室了，以后你们小组讨论、小组开会都会在这里，所以我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啊。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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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们是新入职的员工，你好，你好，你好。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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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来，带你们参观一下。这就是咱们的小会议室，灯不是很好是吗？哇，这该修了是吗？我，你们也看到了，啊，这是什么问题？丽姐，哎，刚回来，周公回来了，你们继续介绍，你去忙工作了，好，拜拜。啊，好了好了。也没什么了，你们也看到这儿有可能有的时候会怪怪的。你们如果要是想来的话也可以随时来，但是如果想改密码的话，这上面有步骤，你们可以跟着这个改。好吧，那我们继续往前看吧。这一面玻璃门呢都是我们各个部长的办公室。第一间呢就是你们直播部的部长尚链杰尚部长的办公室，我带你们打个招呼。你好，尚部长。部长好。嗨，你好。简历我都看过了，先跟人力去办入职吧，等会儿部门开会叫你们。好的好的好的，那你先忙，尚部长。好。尚部长在忙，一会儿会叫你们的啊。然后你们刚刚路过的这两个工位呢，一个是行政区，一个是商务。大家可以往前看啊，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一鸣惊人。哇，这是我们公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啊，就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综合大家上一个月的 KPI， 完成最好的一名员工，奖励一鸣惊人奖。哦，那这六个空着的位置呢，就是你们的工位了。这是你们的新人物资包啊，你们的扣一系统呢，我已经提前帮你们登录好了，然后你们的账号和密码都在里面，所以自己拿自己的，千万不要拿错了，好吗？三楼呢，我就暂时不带大家去参观了，因为三楼呢都是一些直播间和老板们的办公室，以后你们工作的时候会有机会上去的，你们同事会带你们上去，好吧？好的。记得啊，咱们公司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一定要加油，好吗？好，加油。好，丽姐去忙了啊，有事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好的，好的，好的，丽姐。你们忙吧，咱咋做？随便做呗。
我叫关大柱，然后你们叫我关关就好。好的，关关。然后欢迎你们加入直播部，谢谢。然后在公交车上。OK OK， 没的没有的事。我来帮你们，保命保命保命。所以我们的美女同事叫我叫点小赞，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张粉儿，粉儿，小赞，关关，好可爱的名字。来来来，我带了点零食跟大家分一分，先就近的朋友们大家吃一点啊。好，这个虾伤养什么香养胃丸就不给你了，谢谢。给你两个话梅吃一吃好吗？好，谢谢谢谢谢谢，客气。哈喽哈喽，打通一下关系啊，互相照顾一下啊。你好你好你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嘛，就是我妈妈说要搞好一点，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吃的吧。电脑，你的小本本。好奇怪啊，一定不要忘记进公司先和前台打招呼，一定不要留停留在公司三楼楼梯口向右。好奇怪。哎，那几位，那位，那位，咱们看一下第九条啊。一定不要和其他同事讨论这些，一定不要，一定不要，一定不要，双重否定就是肯定。我当时就想，越不要让我们干的事情，我们越要干。肯定有线索，所以有那个冲动去，在接下来的时间一定要完成它。来，各位，全体都有啊，培训室开会。好嘞，好的，走。好的，老板。嗨嗨，哟，新同事啊！哎，您好，开会了，开会了，好好，来，赶紧赶紧。我们坐在这儿，都可以坐，随便坐。哇哇哇！找座位坐啊。今天啊，非常开心啊，咱们部门终于有新鲜血液加入了，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新同事。好，那我呢，好，谢谢，也给各位啊介绍一下我们大家，我尚恋杰，那这位呢是我们直播部的总监简三连，哎，各位可以叫他老简。六位新同事啊，你们好啊。哎，这别的不说，这一个个长得都挺好看呐、啊，咱们这个直播部越来越可以了。老简，严肃点儿，说正事儿呢这。我这个人呢就爱开开小玩笑啊，别往心里去啊。各位啊，在以后的工作中间，有什么问题的，就来找我，哎，喊我小简哥就行了，好吧？哎。各位别介意啊，别介意啊。老简呢，这个平时最爱开开玩笑，但他人啊，工作啊还是很认真的啊，做事也很负责。哎，这我插一句啊，咱们新同事是不是还没有自我介绍的？那咱们这直播部都喜欢整些花活，那各位就来点才艺表演，让大家记住一下，好不好？来，来一个，来一个，哎，来一个，谁先来一个？那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唱跳吧。女团，女团，给大家跳个秧歌吧。今天是个好日子，一想一十二都能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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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下子的，那个这个才艺还有开二倍速的，对。
啊，来继续。那我就起来了。好，那个今天是第一天入职新公司，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入职新公司要给公司带来非常好的好运气，然后我就跟大家唱两句好运来，好不好？好，好，跟我好日子配上了。我现在压轴曲叫好运来。记住给我个舞台，谢谢。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记不住词儿了，我编不下去了。反正咱们公司就天天好运来。好，不错不错，干得漂亮啊！行，各位这个才艺展示啊，都非常精彩啊，果然都是身怀绝技啊。行，那表演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就互相认识了啊。我们呢，接下来请这个老简给咱们布置一下下午的工作吧，好吧？啊，好，有请。咱们首先各位打起精神来，咱们今天下午的任务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让咱们医美直播间的数据一飞冲天。刚入职是吧？还不熟啊？再来一遍啊！一飞冲天。新员工可能还不知道啊，咱们直播部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运营好医美主播的直播间。那咱们医美是行业首创的，每天直播20个小时的带货主播，而且上个月情人节你们还不知道啊，更是创下了72个小时不间断直播的业界神话。上面写着一鸣惊人，就是每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综合大家上一个月的 KPI， 完成最好的一名员工，奖励一鸣惊人奖。每天都是早上的8点到凌晨4点钟啊！啊，主播们都很辛苦，主播都非常辛苦，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再创奇迹。哎，领导，我有问题啊。就是这个直播医美的直播间，他从那个连续播了72小时都他自己播啊？当然、啊，那不然呢？当然呢、啊，所以叫做业界神话呀。对，的确有些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很狼性的，但是只是我觉得所谓的72小时连轴转那是不可能的。哎，领导，我还有问题，就是直播的这个刚刚看的是那个美女，她现在是在上班的期间吗？当然，对，我正在播呢。是的，哦，粉儿，记得那个，等会儿拉他们进工作群。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吧。行，好吧。那我也去忙事儿了。谢谢领导。其实2个小时，你试过？连播。工作每天严重超时吧？哎，你没试过吧？这个。我最长应该2天。没有没有。从中午的12点播到晚上2点。那个新同事，都坐下。哦，好。刚刚都听到了哈。嗯。坐端正点。下午听我安排，啊。先帮我整理一下货品，然后再进直播间帮忙，好吧？好的 ，OK。啊，对了，那啥，我们这里吃饭呢都是自行解决。嗯嗯。你们要是饿了，公司楼下有个便利店，我们一般来不及的时候都会去那垫点。啊。抓紧时间先吃饭啊。好嘞。吃饭。好奇怪。我们改一下出来，改一下密码吧。23456789。好，然后等会儿按，我们重新说，按11+9。好 ，OK 了。告诉他们一下，好吧。大爷，你在这里卖枣呀？哎呦，
又碰到了。大爷您好。大爷好。这一袋多少钱呀？五块钱。五块。哦，姑娘。哎。我还得托你们帮个忙。嗯，好嘞。帮我把这一袋啊，嗯，带到你们公司一个喜欢戴口罩的姑娘。戴口罩的姑娘。对。是这样的。我这是摆摊呢，就是为了找点线索，好找到我孙女。上个月啊，我到你们公司去摆摊儿，嗯，那保安就是不肯，他就把我给赶出来了。这是有个戴口罩的姑娘，就跑过来帮我拎的东西，嗯，就到了这里。我当时吵架都被吵懵了头，谢谢你们说一声，我拜托你们把这个找啊。行，戴口罩的。戴口罩的。好好好，嗯嗯。你看有什么喝的，那就拜托拜托。好，好，你再买一袋两袋。都买完了吗？您早点回去收工嘛。哎呦，那我太感谢了。好，一二三四五六七，五七三十五嘛。对，是的。好了，我付完了。嗯，付完了，我付完了。我看他俩在那买啥呢？装袋啊。哎，我来。我给你们装起来，谢谢你们了，好啊。哎，谢谢您，大爷。好，拜拜。谢谢。哈哈哈哈。爱你永不变，李店。永不变，呀，会员费啊，8折。我喝咖啡哎。欢迎光临。哇哦。我们快点解决一下午饭呗。啊。妈。好长。平时公司里面来这买东西的人多吗？基本上都在我们这里买，因为我们这里离得最近。哎，各位是在这里上班是吗？对的。你们是新来的员工？对，我们新来的。其实我跟你们也算是同事，我也是这个公司的员工。是吗？对，我叫方便，方便的方，方便的便。方便。外面还有桌子，因为这边前一阵子刚重新装修过，所以有点味道。走吧，出去吧，走吧。走。那我先进去了，谢谢你，谢谢。你们吃得开心。总结一下，上午你们各自发现了什么线索？稍微整理一下。我这记了，第一个线索就是那个捞爷爷的孙女丢了嘛。一年前呢，突然失踪了。您孙女叫什么名啊？桂香。我们行政主管也蛮诡异的。我是 HR 李仁丽。晴天打着伞，他说。梅雨季快要来了，好可怕！他再有就是那个前台，前台是他一直拿镜子，他的眼神、打招呼的行为举止太诡异了，哇，真吓死我！而且你们看那个不要了吗？那个不要就是要进来要跟前台打招呼，而且他的，我觉得他不是真的人，他是个 AI 识别。粉儿哥很奇怪，直播间的数据一飞冲天。他每天上班的时间也就是也太长了，早上8点到凌晨4点。这里很大的问题，大家对这个加班的事情有很大的怨气。对，怨气很重，但又敢怒不敢言，也很奇怪。嗯，我觉得这得去查查。我们有快递，今日快递到站，关大柱、李雪琴去拿快递，走。这些是你们的快递啊？都有我们的嘛。哎，哦，成拉拉寄，他寄过来的。哎，那你认识成拉拉吗？不认识。啊，我的妈呀，那所以他到底是消失了还是我在看着你，还有一个证。我正在看着你，
他正在，他在我们边上吗？啊，你在哪儿呀？我天哪！啊，这是不是？哎呦，我天哪！啊，什么东西？啥？我的毛都竖起来了，哇，真吓死，好可怕！我真觉得这家公司太可怕了。我们现在还摸得太浅，还得往里摸一摸。你的，快来工位找我。咱家 Q 我们了，走了走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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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自然原生力，度度越强健。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圆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豪氏面包赞助播出。嗨嗨，哎呦呦，嗨，哎呀，我正在看着你，快走快走。嗨，他在看上面。我好怕呀，他这样看着我。我真有点害怕。我们这样试一下，我把眼睛眯起来，你看他会不会给你招手。嗯，会。哎，会。招手了吗？没有没有。好可怕，太吓人了。都到了啊。到了。听我说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直播间马上要上新的单品，超级受欢迎的真材实料的豪氏面包。你们呢，找出平面图上正确的盒子，把这几款超级美味的面包给它都放进去，拿到三楼的直播间门口给我，好吧？好，抓紧时间。好，飞上了。豪氏面包，这盒子长得都一样吗？不不不，图案不一样，图不一样。他要按着这个去包装盒的平面图。哦，那就这不就一个盒吗？不不不，这我把它剪下来得了。哎呀，要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不用把它剪下来，我可以直接通过平面判断。但我现在年龄大了，判断不了了。初中数学题。来吧，是这样的盒子，豪氏生椰蛋挞，正面是这个，侧面，嗯，对吧？然后这边这个、一样的，是是的，可以啊，就它呗。这个，拿三楼直播间吗？不，走，去三楼。小心啊，这里在维修啊，别靠近它。好。我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会坏了？怎么坏的呀？不知道啊。哦，确定了吗？来，拿来我看一下。啊，对，是这个。赶紧的，跟我直播去吧。走吧。声音小点啊，赶紧进。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档的最后一个产品了。那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充电宝。那这款充电宝呢，它总共有几个？看什么呢？赶紧的。那啥啊，下午四点到八点是我们的黄金直播时间段，都记住了啊。现在还有半个小时时间，你们抓紧时间把这两个货架上的东西都给它拆封出来。然后这个是台本，记住一定要按照台本上的上播顺序给它拆封排好，错了你姐会生气啊。赶紧的，赶紧工作。先是这个 U 型枕，这样子拿过去。开心吧，开心吧。先把它都拆了。第三个会查，你影视是自己的。
夏天，这个六，还有九，这个第十个，最后一个。那咱们这个时段已经结束了，我稍微去休整一下。那么接下来直播间交给我的小助手。好的。啊，我看到好多宝宝们在问我们医美姐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的医美姐呢，去调整五分钟，马上就回来了。而且我们医美姐已经花了二。哎，那个头上戴蝴蝶结的，你过来做我的助播。哎，好嘞。要不这样吧，今天咱们就实战一下，好吧？待会儿咱们医美主播回来之后，播到什么品，你们就赶紧把那个品拿起来，从这儿给它递上去。三二一，上链接。这一款新的礼盒在我们的直播间会不会很贵啊？不可能吧，我们直播间怎么可能有贵的东西呢？马上很自然就带路，然后他想很快就会秒完啊，也太便宜了吧！是谁让谁抢？谁让你进去了？哦，还有五单，最后五单赶紧去抢。下个品由我的旁边的小助理来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好的，我们下一个品是什么东西？这什么呀？面包机。哦，面包机啊。这个面包机啊，跟我们正常的面包机可不太一样。对，这个面包机呢非常容易操作，就像我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啊，当你想吃面包的时候，哎，你使用这个面包机就可以得到一个香软可口的面包。是的。那这个会不会很贵呀？当然不贵了，它的价格就是29.9。什么？好便宜哦。朋友们，这个只有在我们医美姐的直播间才可以拿到这个价格啊！赶紧抢，赶紧抢！来，让我们一起倒计时三个数，来，三二一，上链接。啊，我们的宝宝们在我们主播什么时候回来了？来，我们看一下。好，来。咱们把赞点一点，关注点一点啊！对对对，我们的主播马上就会回来了啊！姐，我给你打。哎呀，别动了。好，我直播的时候也这么帅。欢迎我们的医美姐。啊，宝宝们，我回来啦！有没有很想我呀？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次直播的黄金时段了。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黄金时段的第一个产品。来，第一个产品，没错，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的这款 U 型枕啦。这款 U 型枕它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它非常的柔软亲肤。那它对于咱们的这个办公族，它非常的舒适，还有方便携带呀。没错，那喜欢粉色的宝宝们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拍到我平时戴的那一款粉色的 U 型枕啊。那这款 U 型枕呢，它除了小巧轻便，有的宝宝们在问了，哎，这真的很痒。医美姐，宝宝们在问咱们的价格了。啊，好的，我们医美姐临时去调整一下，来，接下来由我来公布咱们 U 型枕在今天直播间的价格。下单记得立马。啊，好痛啊！如果啊，你别碰这里了。哦、啊，对不起，姐。我们只有。姐，昨天咱们直播间出了点事，你赶紧过来一趟。姐，你别挠了。海绵的一个形式。如果、哎、你这配合直播干啥？哼，过敏。没事。哎呀，你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是你的化妆品？我不知道，都是公司统一配的。那就是你们了，东西是不是你们准备的？不是我们准备的呀，是新来的，他们准备的。那就是你们准备的啦。我刚才上厕所去了，我可一全程没参与。到底是谁弄的呀？姐，你别生气，我这脸这样了，我还怎么直播呀？我等一下，简总监他们就过来了。吵吵什么？你看我的脸。哦，一美，你脸怎么了？你说我这样怎么播？这到底谁弄的？
我跟你们说，除了这种事情造成断播，你们谁都脱不了关系。不知道为什么红了。红了，我看。这样，老姐，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啊。高光，哎，赶紧带医美去休息室卸妆，看一下脸的情况。好嘞。大柱小子，马上公关，就说我们直播间技术故障，先暂停直播。好的，陆姐。其他人留在这儿，调查清楚什么情况，来向我汇报。好，盯着点。哎，好嘞。部长，您忙啊。姐，别气，别气。一梅姐。哎，别跟着我。没事吧？哎哎哎，怎么你们一来就出事啊？啊，就这么点事都做不好吗？是不是你们几个弄的？当然不是。就你们几个嫌疑最大啊！现在你们查，查不出来就是你们的责任。好的，我们查。这点小事儿交给我们查。我就先走了。有什么问题发信息给我。好的。好。对什么东西过敏？他就带的那个 U 型枕上面肯定涂了什么东西或怎么样。就这 U 型枕呗。他在哪儿来着？这个东西在那儿。那这个盒子。那这个盒子里他有啥呗？毛，它这个毛会不会是那个防尘袋的毛啊？如果是对这个东西过敏的话，它就是翻出来看一下吧。我怎么这么多毛啊？这是毛是吗？是毛，上面全是毛。主要现在不知道这个毛是后来的，还是这个防尘袋上就有的。只有他一个有防尘袋，所以跟防尘袋有关系。而且这个东西一定得捂着它，如果一旦散开，它可能就不会过敏了。放了之后，就是故意让它导致它过敏的。所以说，除了这个医美主播，还有别的主播吗？跟他有竞争力的？这不一定是主播吧？他们这组的应该都想让他过敏，平时不对付的，因为他没有休息。对啊，就不加班了嘛。那今天你就再辛苦一下吧。你看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他这人不就这样吗？出了名的没人信。他的化妆，小妹妹应该受的欺负很多。真的吗？因为他一进门一直说别弄了。交给你了，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的化妆品？我不知道，都是公司统一配的。那他肯定是知道他对什么过敏的，也许对吧？他平时最跟他最近，嗯。哎，这个盒子是拆开的是吧？打开的时候。对，没有塑封袋。对，只有这个没有。哎，没有塑封袋，所以谁先拆了这个盒子？没有，我们一来就没有。对，先是这个 U 型枕。哎，这个监控可以看的呀。那有监控，请勿乱动。这个应该就是专门拍这里的。对啊。对。所以是可以去调监控的意思。对啊，在哪儿看？你们去，我去找谁呗。上面应该是猫毛吧，很可能是猫毛。哎，刚刚那个里面的毛毛是白色的耶。对，但是刚才说的那不像是猫毛哈。应该是猫毛，这么短。你可能是猫毛剪碎了呀，也可以啊。
对，他应该是猫毛过敏，绝对是马上就过敏。对，这么快就破案了。哎，这个是采耳，采耳。七哥，完了，我都采上耳了。会不会是这上面的毛啊？哪个？这个。这个，采耳的毛啊，它得撸秃多少个签子能整那些毛啊？我们可以打听打听那个要在哪儿看监控吗？对啊，那有监控的吗？那我们就出去问一问呗。短视频部，请问你知道就是公司如果查监控录像的话要在哪里查吗？哦，查监控在一楼保安室。一楼保安室。好，谢谢小姐。小姐，请一楼保安室查监控。可以。一楼保安室可以查监控的，走走走，可以查监控。Hello， 莹莹。莹莹，你知道保安室在哪儿吗？保安室在这边。好的。太好了。谁呀？你好。我们是那个111公司的。你好。你好。这么多人呢？嗯，进来吧。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咋的就跳起来了？我没见过你们啊。新来的。新来的，对，请啊。啥事？我们要调查监控，因为上面医美姐的直播间发生事情了。医美直播间出啥事了？她过敏了。过敏了。她过敏了。嗯、对。她之前有怎么回事、啊？对，我们现在就是其实想看想查一下谁都谁进过那个直播间。你跟她熟吗？说熟也不是很熟。哎，对了。是谁派你们来查监控的？公司派我们来看的。啊，公司派你们来看的。对呀、啊。谁呀、啊？张粉，张粉哥。张粉儿，狗腿子。你也觉得他是狗腿子啊？老狗腿子了。是吧？他一直都这样。看着我就不舒服。哎呀妈呀！天哪！完，那冤枉我们。嗯。还冤枉你？可不咋的。是我们干的。这臭狗腿子！你们看看监控呗。啊，这个还没有的时候，他没有货物东西，他没有跑出去了。哎，哦，这个时候还有塑料纸、啊。对，所以看一下，上面是肯定有人拆了这个吗？他自己自己。哇哦！哎，他犯了什么？他的就是他可能剪了一些那个毛呗。对。OK， 破案了，已经够了。你们再看后面吧。对。够不一定，万一还有人来呢？啊，我们进来了。六大冤种。哎。哦，我们来了，我们来了。OK， 就是我们大冤种。按照直播的顺序，把他们都拆好、放好，按顺序都放好。我们看完了，看完了，已经看完了啊。在我们之前，只有他碰过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看了全程的录像，粉哥只是把产品摆到上面。一美走进来，把那个盒子拿下来，然后背冲着那个监控鼓捣了半天，然后他再放回去的时候，那个已经没有塑封纸了，那就应该是他的嫌疑比较大。他不想播，他累了。我也觉得他累了，每天播这么久。
咱们医美每天直播20个小时。到底是谁弄的呀？我差点见了，我还怎么直播呀？这得给逼成啥样啊？完了就通过伤害自己来休息。哎，你是每天都上班吗？我每天都上班啊。哎，那这里有没有叫桂香那个女孩？不知道不知道，桂香还桂花呢，就桂香。有没有叫一个叫陈拉拉的女孩？陈拉拉，啊，不知道。走啊，行，谢谢了。哎，客气了，拜拜，辛苦了。哎，不行，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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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找医美，走。咋样了，写的？是你们啊！哇，这么严重啊！好严重啊！这个，您现在还疼吗？肿得还厉害吗？疼啊！我现在只能这样冰敷着，才能让它不痛。蛮心疼的吧？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一天要直播20个小时，然后再看到他的时候，他脸红肿成那个样子，就心里一下子觉得哇，好难受。您平时对哪些东西过敏啊？我平时对桃子过敏，只要我碰到就会立刻过敏。桃子啊，桃子，桃的桃木膜。你们有什么事吗？还是说你们查出什么了？就是我们在想那个您刚刚套的那个套枕上是不是有什么您过敏的东西。套枕上，而且我们很奇怪一点，就是那个套枕上它是没有有那个保护膜的。哎，这个盒子是拆开的是吧？对，没有塑封袋。然后我们刚刚看监控的时候想去看什么问题。对，就看见有一个人。谁？有一个人。谁？就是看到了一个人，拆开了那个 U 型枕的塑料皮，然后放进了一些东西在那个里面。你觉得是谁啊？我觉得是谁？我怎么知道是谁啊？是这样，但我们现在知道是谁了。然后张哥问我们，我们要不要告诉他？如果你们知道是谁了，就请立刻报警。你认识桂香吗？哎，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先出去。那你好好先休息哦。我们去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给出我们的反应其实是蛮强硬的。为什么可以那么大义凛然的说，哎，不是我，你们去告吧。就是如果我本人做的，然后我居然一点都不心虚，换句话说就是那监控里面看到的也许不是他。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女子推理社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推理思路，关注女子推理社官微，了解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官方网络合作伙伴百度 APP,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 Zucker,特别合作智行、前程无忧、讯飞输入法、智联招聘、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探探、易代驾，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